想去韩国玩呢。来，现在就来上网订机票。喂，是被害人小姐吗？您的机票误设为12张了，会重复扣款12次哦。嗯，你该不会叫我操作自动提款机或购买游戏点数来解除设定吧？啊？没错，解除分期付款设定就是诈骗手法。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。